能够有这个好书记带队带大家来台湾，这对台湾社会来讲是一个有非常重大的指标意义。在这里要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之意，希望这个9天8夜的行程呢都能够顺利跟圆满。是一个教育的友谊之旅，是一个推动教育交流的这个交往之旅，还有呢两岸一家亲，是一家亲之旅，那就真感觉到了家的感觉。